各位朋友好，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股刮胡瓷器的第331集，也就是第331讲。昨天我跟各位介绍的那一件是大肚子的寿黛尔葫芦扁平，也是永乐青花永乐青花宝相，昨天画的是宝相轮花寿黛葫芦扁平。我就有预告说我记得印象中还有一件龙纹的，我要跟各位区别一下在哪里。这种器型的有两种，一种是大肚子的，一种是小肚子的啊，一种大肚子的，一种是小肚子的。我昨天介绍的那个宝相轮花，那就是大肚子的。那大肚子的就是在永乐早中期做的，永乐年间。那这个小肚子大头，我们昨天那是大肚子小头，这件是小肚子大头的，这多半都是在也是明，就是永乐的孙子明宣德年间做的多。但是宣德年间呢，他这边会有一个款，大明宣德年制的一个款啊，在他这个大蒜头的地方啊。那没有款的还是以永乐来论，是属于永乐的晚期，就接近的宣德，因为永乐跟宣德中间只隔了一年啊，所以仁宣之治嘛啊，那个这仁宣之治那个仁只仁了一年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明确的来说，根据考古出土的资料来做研判啊，也不但大家也不是古人嘛，我们只能做根据这个资料，根据迹象作为研判。这就是永乐晚期，就接近宣德时期的。所以我还是把它定位在明永乐青花，这是云龙纹海水。下面各位注意到，还有海水，江崖海水。江崖海水是那个明代的这个，是一个高等级的一个画片的一个图案。在皇帝的什么龙袍上、下摆上都有什么江崖海水，代表江山是他的。江崖海水，江崖海水上面站一个龙哦，那更之具体化了。龙上面还有云啊，各位知道啊，一冲九霄。这云这个龙啊，最高境界的就是我们易经讲的九五爻飞龙在天，所以云龙纹等级是相当高。那个江崖海水是代表江山，一个帝王的格局，好吧？我们就是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当初被定位啊，它整体又是个葫芦形，一个标准的葫芦形，那一种感觉。哎，他们说这种器型传说是从中亚，就是从波斯湾地区啊，从中亚西亚那边传过来的，说是那边的人用作皮囊或者是金银器储水用的啊，这可以挂在马背上啊，或者马背上民族喜欢用。它这个口像大蒜头一样，有一点收，是什么好喝好饮好倒，而避免水花四溅，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。但是我昨天也跟各位考究，那葫芦向来是我们中国里面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器型，葫芦就代表一种，是吧？深不可测，你葫芦里面有什么药？你葫芦里面有什么名堂？啊，我们大家知道八仙里面，哎，那个李铁拐他就葫芦是他的什么仙器，是他的法器，啊，所以说暗八宝里面。啊，暗八仙里面，哎，就有葫芦，所以各位知道，它这个中西文化啊，东西文化之间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产物，它画的纹饰，昨天我跟各位讲那个轮花，那宝相花，宝相花又称为佛花，一个佛教里面最高等级的花，就是宝相花，它是把一个什么莲花做变形。做一些引申，而做一些抽象，还是非常的，代表佛法无边，还里面蕴含的这种鸟看下去的一个法轮，
所以大家有很有兴趣，有好几位啊，有私讯给我在问这个问题，我也顺便回溯一下昨天的那件器物跟今天的这件做比较。昨天的那件就是明永乐，那这件就是也是明永乐，但是它这个器型多半建筑于什么宣德，所以我们这是五款，所以是永乐晚期，就永乐应该说不要说晚期，永乐后期制作，所以它的那种感觉上啊，跟昨天那个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它隐隐约约又可以看到出来他们这两者之间的这种传承的关系。而且特别特别我给各位介绍，因为今天 Beautiful Sunday， 阳光也很好，鼓励大家出去走走啊，带着小孩，带着老婆，带着老公也好，哎，或者没有你自己哪怕一个人就出去溜达溜达也好，吸收一下这个日月精华。所以我也不打算讲太长，不过我眼前这件器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啊。你说它的龙我们就可以讲一节课，你说它的云纹我们也可以讲一节课，你说它的海水江崖我们也可以讲一节课，你说它的整体的器型我们可以来讲一节课，你说它的什么如意绶带耳，这边两边如意各画了一朵莲花啊，我昨天也 po 了细节照片，哎，这种飘带也可以讲一节课，哪怕它的什么这个卷之纹，这个缠之纹啊，缠之纹我们也给，这个代表福寿万代，它这个画的非常的细腻，青花淡描非常的漂亮，这上面三角形的几何图形也可以大书特书，但是我们今天只各位点到为止，我只要强调的是这一件器物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，而且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浏览了一篇文章，我觉得那篇文章他写的是还不错，写的还是有根有据的啊，里面引述那个耿宝昌的著作，耿老的著作，还有一个什么，他也称为一个什么老师的，我忘了，啊，岳对吗？姓岳还姓什么的？那啊，也可能应该也是一个收藏的一个专家了。他们的两个人的著述，他把它对照起来，他按图索骥，他说在耿宝昌的那明清啊，那个明清瓷器那篇著作里面有提到这种绶带葫芦扁平，他有提到点到为止来讲，一个是有什么轮花，就是佛花，就是我们讲的宝相花，另外他还讲了云龙纹，可他后面就没有再继续介绍细节，所以那个作者了，那个我看那个是淡然斋哦，我们不略人之辈，他叫淡然，淡泊明志的那个淡啊，那个三点水一个那个詹，詹天佑的詹啊，淡然斋，我觉得他那边写的还蛮下功夫，看起来他还是考据了很多年，所以他后来根据那两位老师级的啊，耿宝昌还有一个好像我记印象是岳嘛，他说岳老师去里面探索，他探索了多年之后，他发觉这种云龙纹的的确是有，但数量非常的稀少，虽然稀少到什么呢，他只查到了香港已故的啊船王啊赵崇衍啊我们讲的赵，这个赵宋天下的那个赵啊，赵崇衍，衍就是这个繁衍的衍，赵崇衍啊已故的船王，还有呢收藏大家那个裘延之，他只有这两位大名头的收藏家手上曾经收藏过一件，而且好像也后来有拿出来拍卖啊，当然这个去向就不明，就这两个大收藏家收藏过他另外一件，讲不出谁收藏的另外一件，是台北故宫曾经在日本跟 NHK 啊，跟 NHK 就电视台啊，他们曾经合作过办过一次展览在日本，曾经有一个收藏家有借展的一件，他说总共他考察了这几十年来只发觉这三件云龙纹的，全世界换句话说他只找到这三件，
我想他可能是指的私人收藏，就大名头的收藏家了。那我后来浏览一下他的文章，我再看他举的这第三件不成立，因为他可能对这个器型他没有我熟悉啊，他做考究是做考究。另外那个第三件就是我讲的这画云龙纹，但是是个大肚子，那大肚子小头的，是属于永乐早期的。但是我一看那个画工不对，那个画工啊，那个龙啊，手脚那龙爪子显得很无力，那种感觉老态龙钟的，一看那就是清仿。那件第三件是清仿名的啊，我也有 po 在我的那个脸书上啊，你可以去看看啊，我把它 po 在我那个照片的最后那两张图案，有一个图案照的那张照片是他当初在1981年吧，就民国七十一对一九1982年吧，1982年那个是裘延之的一个拍卖的一个专场上面出现那么一件。啊，一张照片，那一张跟我们这个完全一样，那是正确的。另外的一张图片呢，是那篇文章的封面，那篇文章的封面他讲那个大肚子，那不对啊，那要把它拿掉，因为他那个是清仿，那肯定是清仿啊，肯定不道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赵崇衍，就是香港船王一件，大收藏家裘延之各一件，就这两件。那我们这件呢啊，算是以私人收藏家手上来说，我们没名头，没有人家大，不是往上凑啊，我也是比别人写的文章，不是我写的，我们老王买瓜老刘买瓜，人家写的文章，而且淡然在我家淡泊明志，诶，他写的很中肯，一点商业气息都没有，我们可以说是列为三大收藏之一，这民间三大收藏之一。前面当然两个他们都是已故人士啦，我们不要去追随，但是他们的什么收藏的理念跟他们的收藏的这种精神啊，他们有像他们的这个大名头之外，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个人的财富之外啊，我们不去谈那些，我们就以收藏论收藏来讲，这两位都是值得佩服的，都是够分量的。所以我在讲说，诶，为什么这一件是收藏界的稀有动物，收藏界啊，因为收藏瓷器稀有动物，看起来啊，那个这个瓷器有没有，各位一上手的那种感觉啊，一上手你就知道它是宝。为什么它是宝？它釉水是滋润的，而且那种手感，我们不管玩玉器玩瓷器，它很注重这个手感。当然是你这个高古玉跟高古瓷是另外再论。我们讲的那个明清的官窑瓷器，还有就战汉以后的这个玉器，那种上手的感觉特别特别重，而且那上手的那种感觉，那真的是让人家爱不释手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好吧？我们今天，因为，sunny day 这个阳光普照，又是 beautiful Sunday。不耽误大家久，就让大家知道昨天的器型跟今天的器型，这种器型在永乐时间创造。当然了，像耿宝昌他们是认为是从洪武就公就是永乐的父亲那年代啊就创造。可是我个人认为要把它精确一点讲，还是在永乐早期做，因为永乐之间这个是。器型才有定势出来，才有吸引人的地方出来。在那之前的啊、哦，那种我是觉得可能不太去算它了。就是永乐时期创造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瓷器，而且它是结合了东西文化，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意涵在这中间，都值得我们去探讨。哎，我忘了给各位照一下啊，每次灯拿了都忘了给各位照。来，这两瓢妹旁边的花也是莲花，折枝莲花非常的漂亮，折枝莲。这个小肚子这边这是朵梅啊，这个朵梅一朵一朵的折枝的，就是朵梅。在这上面是卷草纹，是卷草纹。这边是三角形的几何图形，就与人啊那种无限的那种瑕疵，它的主体纹饰当时更美，两边画的这个龙那种是倒 C 型的 C 呀、啊、
西带来的西行龙，倒西行龙它射过来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，你说它威猛，威猛是威猛，但是威猛还传住还很特殊的一个，它威猛之中带有那种灵秀，它那个九五飞龙在天的感觉都出来，你看它的那个须发，它的那个柳须、哦、还有猎毛，它整个都往上腾飞的，他那个须发跟那个柳须跟那个猎毛跟那个云龙啊，跟那个云纹整个都呼应，跟那个朵云纹啊都是有所呼应的，都有所呼应。而相对于海水啊，它是一上一下之间的，所以的这个有天地定位的那种，我们易经讲天地定位啊，有那种啊。有那种尊贵的那种天地定位的那种感觉。来给各位看看啊，给我看看。好，那剩下的我们就是有机会以后慢慢再讨论。啊，祝各位假日愉快，谢谢。